4楼一样棒。这晚上是个bar hub。这边是一个 bar。那边是卡拉 OK， 然后那边来卡拉 OK。它的白水木为什么可以种这么大？对啊。已经没了。对啊，被淹了。摩西分海。对啊，白的地方啊。这里是白水木吗？类似的一种。好像。没浇水。都枯了。他们就想说，就下雨就够了。灯塔现在被那栋挡住了，被那一栋挡住了，被那个教会挡住了。教会的后面，你其实这样看得到有没有？那个。对啊，白白那个山上尖尖的那个，对啊。那他怎么上去啊？他有那个山路啊，就是登山步道啊，有登山步道啊。我们昨天不是前沿着那个老街那边骑有没有？老街那边不是我们骑到那里去的时候，左边被挡住了。但是他老街的后面那边，我们不是看到有个登山步道上去的？那个是不是隧道啊？红红的那个，是吧？好像是哦，我觉得是哦，隧道应该在那里。不可惜哦，没有办法。